红薯是什么？红薯就是，就是红薯。对，你咳嗽别吃这些了。我但是我咳嗽吃冰淇淋我就不会咳。它可能是解渴凉。嗯。不会有反应吗？我们只有之前才那个完。嗯。不能说，不能说。你吃到不想吃冰淇淋。所以还好。脸好红啊！我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害怕他感冒，因为他前几天有点感冒，然后一直在打喷嚏，然后我们家的空调都是开得很高，然后很热的那种，然后所以就是，我是那种只要一热就会脸发红的那种人，然后所以就是每天就是脸都是这种红红的状态，我夏天就不会啊，我夏天的脸就是白白的，什么时候下直播？11:30吧，这样子。因为我其实不太忌口，就是我之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然后英国就是很难开到消炎药，因为我在国内只要每次脸上底发炎的话一定会去吃消炎药，这是无名的爱的守护。然后在英国的话就是每次去医院很麻烦嘛，然后你不是那种很严重的病的话他不会去给你去开药的，把扁桃体摘了就不会发炎了。然后我每次只要扁桃体发炎就会去吃一个冰淇淋，然后就好得很快，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用的吧，就是我每次嗓子不舒服就会吃冰淇淋，就是跟中国的这个治嗓子痛就完全相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妈就是只要我嗓子一痛会感冒就一定是不能吃冰的了，但是在英国的话就是他们 AHS 的官方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吃一点冰的，它会 smooth your throat， 就可以让你的嗓子变得顺滑一点。我真的不忌口，我刚才还在吃薯片，而且我今天下午还吃了汉堡，所以我就是觉得没事啊，我身边有老公照顾，对，有人照顾我就无所谓。老公不骂你，我老公就是说你就是吃自己想吃就行了，反正你就是病的话我都会在你旁边照顾你这个样子，但是就是不要吃那种很一定会加重黄桃罐，我们昨天在吃的黄桃罐头，对对对，东北的黄桃罐头，东北 万能解药黄桃罐头，真的吃了昨天。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也有个两个多月了吧，嗯，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样子，但是我们认识蛮久的了已经。谢谢无名姐姐的爱的发射，她现在小次郎跑到那边去了，老公你看一下她哪边？哦哦哦，他在凳子上吗？不是，他在那个花上，你别让他把那个花打翻。我在那边。算了，应该没关系。他怎么跳上去的？我不知道啊，他就是喜欢在天上乱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舔我的口罩，这个人。反正你最近也不用上班。那确实。让他舔的。用不上口罩。好烦啊，尼克跟朱迪的衣服收起来了呀，你们都没有看腻吗？我最近一直在发尼克跟朱迪的视频，就是因为我那个尼克跟朱迪的那个一直被就是亲的接吻的那个视频一直被删，发一次删一次发一次删一次，然后我就说算了不发了，然后我就发到那个书上红书上面了，然后红书上面就完全没有问题，就如果你们想看那个视频的话直接去书上看就行了，这个平台以后就是会只会发那些比较正经的视频，满满的正能量。这叫段月清啊，他们那口罩叼走了，老公过来不要脸啊。我说他这个猫不要，小次郎有点不要脸。红书的名字就叫段月清，就跟我这个同名。没办法，我努力过了，家人们，真的发不出去，就只能
走别的途径了。嗯，谁追的谁？老公他们问谁追的谁？当然是，当然是我呀。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两个人相爱的话，可能就很自然而然在一起了吧，谈不上，谈不上谁。当然还有男的，爱你爱，当然是我要主动一点。一辈子都爱的那种。真的吗？真的。你发誓、啊、我发誓一辈子都爱，不然我得那什么，我现在得那个什么，得我们隔离的那个病。微博准备攒够十张照片一起发。能看一下他吗？我都说了他不用网络，然后他是那种生活很简单的那种人，就是我希望就是还是可以保护好他吧，然后就也不希望他去互联网上面去怎么样，然后他也没有抖音的账号，所以我就觉得希望他可以保持这份少年的孤勇。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一个人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喜欢的话，你真的会去保护他内心的小男孩，就是他保持他自己的样子就好了。是个蓝莓。哎，你是不是自己手里拿了一个？就是用来喂你的。嗯，真好。嗯。Insta 名叫 Carlo 下划线NNN。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文艺的人，就是为什么就是最后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看书，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会去看一部电影，就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好的感情真的是灵魂和灵魂的共鸣，不是一个器官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所以我就是觉得跟他就是有这种共鸣的感觉吧，再加上他是一个真的很干净很单纯的一个人，而且就是会对生活有一种少年的孤勇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月亮跟六便士，就是我觉得里面的那个画家很像他，满地都是六便士，而他只抬头看到了月亮，很浪漫。还有你浪漫，有湖，皮有没有吐一下？我是葡萄也不吐皮，是葡萄不吐皮。我觉得他没有器官反应了吧。你觉得呢？我们刚开播前台。我数不到，到底不到。吃了这个。这个应该水分还挺大的，就是之前那个应该是冻的，水分不大的，这个还应该还可以。我等我。说的话，我的直播间都会被封掉。我接下来14天。真的只能干瞪眼了，对着老公干瞪眼，两个人坐在床上大眼瞪小眼。湖。亮哥，
eyes blue. Eyes blue, like an ticket going down. Like a Titanic, eyes blue, like the Atlantic gonna go down. Going down, it's always down for you. Looking like a clown for you. Some drama, I told you, tied with the door and had to break in. Shock up on your faces, both of you were naked. Multiple occasions, y'all were getting busy while I'm busy at my day shift. Kept a briefcase, situation tasteless. Even hooked up with the dude while you were jamming to my playlist. Wow. Hey Alexa, I'm awful. Or maybe run away because I'm sick of all the problems going down and I can't even see the bottom. But I promise I'ma find it once I finish up this bottom. 没跑在呢。偷玻璃不可以，偷玻璃有没有早上会冻到的。没事。Yeah, it's kind of weird. These emotions all attacking me. I don't want to answer. But how long this bad is in me? Deep down, see the sea ground. I'm getting close. I don't want to sit and whine. We already toast. I love the show, but I won't see the second season. It won't be the same with my favorite person leaving. Eyes blue like the Atlantic and I'm going down. Like the Titanic. Eyes blue like the Atlantic and I'm going down. Going down.长什么样不是视频里面有吗？你还想吃冰淇淋吗？吃吧，我现在好热，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闷了，像对这毛衣有点热，好闷。行吗？啊，他在这边坐着啊，我都不知道。嗯，他就很喜欢那个椅子，他就很喜欢那个椅子餐桌。嗯。没有，我们现在在杭州隔离，因为我们前几天去了迪士尼，然后现在要隔离14天，真的很惨。几点播啊？最近9:30到10:00吧，大概这个点，然后就差不多吧，然后每天就播1个小时这个样子，1个小时。他不用抖音啊，就是没有什么社交网站，所以你们在网上对找不到他的。这是什么星星吗？对，婴儿饼干。我现在吃了，是奶油巧克力。白巧克力，嗯，好甜啊，嗯，不错，嗯，太甜了。对，最近因为在隔离，就是可能会播的稍微轻一点吧，然后就对，是的，就是那天我。去看完烟花就出去了，然后就去做核酸了。露个脸不是已经露过了吗？在视频里。我说了直播的时候就不露了，因为他又不是玩网络的人，然后也不是很喜欢这样直播这样之类的，所以之前直播的也比较少，而且他每天白天还要去上班，然后晚上就有偶尔会播一下，他都会一直在旁边陪着我，我叫他去睡觉他也不去睡，他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所以我就是以后吧，顺其自然吧，以后对啊，他已经很体谅我了，我就不想再做出就是什么就是强迫他的事情。对，舌头真的好红，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舔嘴巴吧。
为什么它变得越来越甜了？它是化了的原因吗？应该是。嗯。它里面的芯儿应该比较甜。嗯。嘴巴不会干吗？就是我一直舔的话就不会干。我这还蛮难发胖的，所以我就我还是希望我胖一点会比较好看一点。最近在努力的吃胖了，就希望可以吃的脸圆润一点。14天能做的事。唇炎别舔了，可是嘴巴真的很干了，很干。怎么办呀？把冰淇淋都弄到我嘴巴上，是吗？嗯，黏黏的。谢谢三月的梦幻泡泡。对，我非常喜欢《Call Me by Your Name》这部电影，对，很可爱，有没有？前天才到的。我们本来是用的没有盖子的水杯，后来。我们的猫就会一直用我们的水杯喝水，没有办法，就只能换成有盖子的水，不然它每次喝完水，我们都得去洗一遍杯子。这是泡泡玛特的啊，嗯。泡泡玛特就是那个卖盲盒的那个牌子，看上杯子了。快买它，主要是我的猫是每次它都是吃完罐头来喝水，然后每次我的水杯里就都会有那浮了一层油，就是它吃完罐头嘴上都是一层油，然后就会我每天用我的水杯喝水的时候都会看到我的水杯上面浮了一层油，这你肯定要去洗它呀，对吧？吃完罐头咸了，对，吃完罐头咸了，然后就用我的水杯喝一下。为什么眼睛肿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赶高铁回来，然后就没有怎么睡好，就是知道有这个疫情之后赶紧就回杭州了，然后社区给我们打电话要居家隔离。嘴巴好浪费纸，我觉得还好吧。这个纸买的不好，很薄，不好用。真的吗？所以就对，多抽一些。你看，你试一下，没白太薄。它好像就两层吧。嗯。拿三层或者四层就会好一点。嗯。两个手，翻了，这样子。连播14天，大概吧。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播吧。对，因为确实隔离的时候真的很无聊，而且他让连我们连小区，就是小区那个楼都不让出，就只能在房间里边待着。没有办法。真的很严格，对，晚上播吧。白天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要被社区拉去做核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被拉走做核酸了。没错。他还在对面吗？嗯，在，但是上面看不到啊，他趴下。我们不仅不能出单元楼，我们连房门都不能出。对。对，他很严格。等他隔离完了，对，菜之类的快递什么都会送到我们门口。隔离完了就应该带他去打疫苗。嗯，
可以晚点直播吗？我这我每天直播很晚的呀，十点多还早吗？半个多小时。是吧，就下播了，早点直播考虑一下吧。嗯，捅鼻子很难受的，我知道，没有办法呀。我们还是要配合国家的政策，他让我们捅，我们也只能捅鼻子。问可以看吗？嗯，要 wink 一下。理事项，哎，推荐的别的吧，嗯，漫长的告别，钱德勒写的，美国的，嗯，好看吗？嗯，对，我最喜欢的书，嗯，他这本书的卖点就是，如果你在网上找这本书，这本书上面的那些广告词就会说，村上春树看了14遍还是十几遍，确实是村上春树最喜欢的一本书。那你看了几遍？我就看了2遍这本书。嗯。洛普号的湖好多。对，就是有湖的。系列那个主角都是那个马洛警官，我记得是。然后他题材是侦探，但其实真正还是写感情的，写人生中的告别的。嗯，很唏嘘，很令人唏嘘的一本书。直接把那个直播关掉得了，咱俩就是。不知下播了，准备几点了？急了，累了，有点疲惫了。对，你们要体谅一下他，他刚刚，对，刚刚，刚刚从外地回来，而且，对，他今天一直说我今天看起来很困，不知道为什么，很疲倦。他今天看起来，为什么？就是还喝了一次酒。
对，还喝醉了，然后就身体不太舒服。没办法，平时基本上都不喝酒。对，他平时从来不喝酒，那天晚上就我们俩。别说了，害羞了。不说不说，他喝醉了。然后啊，不准说。没有，他酒量特好。讨厌。但他真的从来不喝酒，我看得出来他从来不喝酒。谢谢乐兔姐姐的飞机。睡了睡了。到了睡觉的点了。不对吧，你好像要再晚个四五个小时吧。嗯，他睡觉的点应该是比这个再晚四五个小时。那要干嘛？那要干嘛？喝醉然后四五七了吗？四五七了吗？他当时都哎算了，我不说了。他说了，我说了，他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当时都七三三了，这是个 secret 是秘密。七三三整个一个。你干嘛？你在算呢？对，我在。看看七三三是发音是什么样子。七三三就是你懂得的意思。嗯嗯。谢谢虎姐姐的气球。我们等下来看电影。看呗，想看的话。我不知道，但哦不行，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要去做那个。哦，那就早点休息。对，但是我感觉睡不着。我们昨天睡了几天？我们昨天几点睡？六点钟、七点钟。对，昨天也是天快亮了才睡。对。嗯，能睡着。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也运动运动，出个汗，累一下就睡着了。好嘛。那就等一下下了吧，我们到十一点半下了，那就，嗯，再播一下下，连个人吧。上次好像那个谁找我们连，但是上次说是不 PK， 李佳华。罗西 ，Hello， 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等一下，我刚声音有点大，好久不见。我关一下，好久不见。你最近在哪儿？回杭州了吗？对，我现在在家里隔离。我昨天在前天去了迪士尼，然后今天就被关起来了。哦，我看到你的视频了。那个，对，你现在就住杭州？对，我就常居杭州，基本上。你们呀？那我们二十多号能见？我们二十多号来隔离来隔离。二十多号，我们二十多号应该出来了吧？二十多号我们出来了呗。哦，我们十四号就应该可以出来了。差不多，我们二十多号也来杭州给朋友过生日，刚好那个时候就在杭州。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出来吃饭，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出来见一下。面基，三峡面基，小酌一下也行。来吧，今天怎么玩？你们说吧。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呀？两个人。嗯。他可以录，他可以出来的吗？就是他不出镜，嗯。不出镜是吧？嗯。嗯。那你们说，那你要是说的话，那他给你吸三个草莓吧，反正也不用他出镜。对呀、啊，行吧，那你们也一样吧。OK OK， 好，好，那我们闭麦喽。嗯，等一下，我们看。害羞，你害羞。没有没有没有，可以可以，没有问题。老公脸红了。没有问题。不想，我不要吧，我这最后一把，等一下下播了，等一下。
对，有点尴尬，好像我每次 PK 的时候，老公就会很尴尬。没事儿，没事儿。嗯，吸不怕，吸就吸。不要。哎呦，大哥，呛到，帮我倒点水。有杯子没有水？不行，我不想输，我是今天最后一把了，等一下下播了，别让我输好吗？合适吗？这合适吗？这个合适吗？我的身高多少？我的身高是1.8米，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嗯，什么别的福利？别的福利就是。你们想要什么福利？他们是五连胜。想要我给他喉结上面洗草莓吗？那我赢的话，我给梁明一喉结上面洗草莓，然后给你们看他的喉结，可以吗？这个总可以吧？真的，难得 PK 一把还要让我输，真的很没有人性，你们。想看我的没有什么好看，反正我在隔离，你就算我被吸了，我也不会怎么样。反正我这14天都就在家里，没有，就算你出去也不会怎么样。我的脸都被他嘬肿了，你没有看到吗？我脸这块，出去也不会怎么样，有草莓又能怎么样？被别人看到也没什么，我觉得，嗯，正大光明的是吧？嗯，正大光明的，真的呀？嗯，那下次你上班的时候给你洗一个。我关键是我哎，我之前上班他已经给我吸过来了，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吴雨姐姐的直升机，他给我吸的，然后好几个同事都说，你脖子上的草莓挺不错的呀，我说是挺好的。吸呀吸呀，让我赢吧，我真的是很无助。要赢了，我觉得不会吧？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家比较爱偷塔，估计都是比较悬。赢了的好处是给两米一喉结上面洗草莓，嗯，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嗯，谢谢九九的车。老婆说什么？还有10秒钟了。啊，输了，那你吸吧，来吧，这，啊，你要靠近这边一点哦。嗯。有了。疼。疼吗？嗯。那这个没有吸上来。嗯。再吸一个啊。嗯。轻点。可以，但不是很明显。可以吧？看看。Hello。可以了吧？哎呀，跟刮痧一样。我皮肤就是这样。他皮肤弄一下就泛红了。对啊。可以了吧？这样可以吗？可以。行，那我就先走了。好，那来杭州到。好，来杭州你直接私信我就行了。OK。好，发信息。拜拜。嗯。我们下播了，拜拜，再看一眼，很明显吧？应该我是那种就稍微吸一下就会有印子的那种。你看，我只在它这个地方吸，但是我刚才。摁了一下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就泛红了，就是它皮肤只要一摁就会泛红，就是一刺激就会泛红，就是很敏感。对，我就是一刺激就会泛红，我比较容易应激。啊，11:30，那就再播10分钟吧，好难熬啊，这10分钟。嗯，开饭了，晚上没吃饱，晚上吃的又要开饭。
玩射啥的，汉堡。嗯，然后你还跟我在这里玩文字游戏。嗯，晚上吃了两顿，再吃的话就第三顿了。嗯，准备下播了，再播十分钟吧。嗯，来，老胡。对，没有弄到吧？嗯，没有弄到，啊，弄到了，这里还有一个。主要是什么？我今天晚上吃了汉堡。等我们上播有多难熬？我今天就是不是一隔离就立刻就直播了嘛？前天是因为在旅游啊，然后也就没有时间直播。就今天一隔离就播了，很乖了呀，已经。他真的很乖，他是个很乖的小男孩。嗯，老公也很乖。是我的小狗狗。小狗。你是我的小狗狗。是狗狗。嗯，修狗。是的，修狗。下播了，下播了。